张哥比我可快多了，我刚给他发位置，他就到了。哇塞！好了，朋友们，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露营地啊。本来我跟张哥都在这儿了，结果张哥他嫌这儿没法停车，他就又去别的地方，他又想让我跟他在一块儿。这个露营地啊，其实特别不错，有屋子，而且有个电，有个板房，有个电。我打算本想在这儿搭个帐篷，原来有床，但是他这个床有点坏，我就不想睡这个床，而且他这个床是个小孩那种床，小。那个床是个坏了，应该床有点斜，我所以不想睡这个，就想在这搭个帐篷，在这儿睡。而且人家屋子里最关键的是屋子里有电，没有水，但是有电还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我想在这儿，但是张哥想让我跟他在一块儿。本来我们俩刚才都在这儿碰到了，他又走了，他去那边去了，另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。看过来，他去那儿去了，他去那儿，他让我等他，他说他过去了那儿看行，他让我去那儿的。我其实想在这儿来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特别好，有电。这边的话还是比较好的，这边往那边走是人家一个村儿，这边这儿是庙，庙那边就是防城江。这是庙，这是伏波将军之神位。外边那条道路，今天走那条道叫伏波大道。是几个庙，那儿那个地方就是我停车露营那个地方。大唐江，这个地方就叫大唐江，下边这个江叫防城江。这张哥又回来了，他去那边看看，那边那儿也不太理想嘛，又回来了。张哥要把车倒过来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七点了，今天晚上咱就露营在此了啊。咱们这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的棒的，今天晚上又跟张哥咱们开始做饭，今天简简单单做个面条吃啊。这是我住这个屋里，这儿有电，哎，可以烧水，烧水还是比较好的。这是我的小帐篷，我的天，这是啥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停车不好停，张哥把车停到这儿，哎，到边那儿。我给先慢慢引着火。不用。我把这个拿出来吧。哎，对，你这灶儿给我搬出来。你们看着我干啥，我也知来知去的。我搞那个也是一见到底。不愿意多扯，知道不？这个就在里边了，是吧？这个拿出来嘛，拿出来，在下边的，它卡在下边嘛。轻点，轻一点，因为我没拿那个大水箱。来，行了，再装上这一口，来，这个你去，这个淋一下就行了。我为什么从这儿难走？你说就一直先弄吧。对，那走，我走。想想。忘跟你说，那个小的是料酒，你知道是吧？这个啊，不要料酒啊，没有肉，这还一盆肉，我也放里。你再走。
事儿给你点着，是吧？啊，这一盒白菜是有点多哈，多一多吧，或者它又会会嫩汤。啊，这我就是等着跟它炒炒，炒绵实点嘛。对对对。蒜皮的还是要拿开水，行。不，快！那一会儿就喝了，咱俩一人一盆就够了呗，是吧？对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行了，行了。能下一斤？不，这一斤啊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也差不多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一斤呢。你真饿了，我自己平时吃一天，我也是买这种，就是说900或者800。900克，嗯。我那一包面啊，吃三顿。一包二吃三的，吃六两呗。对，正常我一包面吃三的，还每次加一包方便面的。好嘞，来，你看，尝点白菜呀。咱俩今天下，怪不得你说你这个面细，能吃吗？行了，刚，人吃美啊！我告诉你，人真吃美了。哎呦，这是饿来咋的呀？老饿了。我感觉四香味挺好的。这玩意儿鸡腿是要饿坏，关键就是下多了，他没什么摊儿。哎，对了，这就是。其实我正常吧，我一个人下。嗯，对。我一个人下呢，还清汤清水的，面也熟了，知道吧？有汤，有面啊。对。先吃吧，先吃。先吃，先吃，先吃两口再喝。这面老像样了啊，这面，这面真是。我馋坏了。稍微有点什么，但是还没涂。没关系，你这面还好，你换我这面早就成角儿了都。对对对，我这面不干。你们很少吃主食吗？那喝啤酒它胀肚嘛，它有啥关系？就这关系。哎呀，我也来半碗吧。你这饭量真小。不小啊，你这。不行，我也饿呀。我就因为我想着中午，我说我想本来就想下点面摊儿，哎，就是说咱俩一吃，你走不就好一点吗？那时候吃还真吃不了多少，为什么？走是啊，刚吃完饭，那我知道。但他说你走了，我也哎呀散呢，我也不吃了，我已经忙到收拾散了，我也不吃了，我这个肉呢又放，又给它捞起来放冰箱里。嗨，今天白菜也不少啊，不少，白菜也不少，肉也不少，但是面条多了，跟它盐了也，那盐呢，是吧？嗯，锅里全是你的啊，行，全是你的。哎呀，我面条我是这一小会儿我就吃够了，吃饱了。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嗯，是冒汗的。先出来。对，他没从海南出来，他今年没去海南。对吧？嗯。他在那个港岸口那边，他那有个朋友还在，谁知道啊？你再来点呗，我半点就不来了。你要不来，我下筷子了。哎，钱是你的。哎呀，我靠，真吃冒汗。嗯，没开玩笑。是，吃面条，哎，就是趁热好冒汗。这个，走吧。娘，这是个集装箱。嗯，我娘里边是吧？集装箱。你等着，挺像样。啥鸡巴像？这不就那什么吗？嗯，就这个，扇，彩钢棉，彩。对对对对，有彩钢吗？就我这咋我也好听乐这个是？你看那边就多了。嗯。干啥的不一定。你从顶上面这一倒，夏天往下飞滚，夏天搞上膛。
喽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:19，今天2月10号周五，农历的正月20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，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大塘江这边，这儿就是我今天从这边过来的地方，就叫这个福波大道，就是那个庙，这儿那个庙那个有一个叫福波大福波什么福波大山什么，这是这个防城港的这个园博园，我看了一下嘞，这是园博园里边，他们这园博园里边都会分着好多这个广西当地的这个特色景区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就这样。这个位置啊，不是我找到了，是熊大给我分享，然后我过来了。其实还算是比较幸运了吧。我过来之后，然后熊大给我之后，我出来之前我就给到这个张哥，然后他又过来了。这离我们就是我过年那个露营地吧，没有特别远，有50多公里。所以的话今天来到这儿，明天的话就继续出发，继续往219走，219延边宫。好了，朋友，今天晚上的话就这样，喜欢小凯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关注，小凯再次感谢大家了，拜拜，晚安了。